那个帮我亮度再调亮一点，那个没有什么影响，环境光调一百。我换往什么调？最上面那个转往右转，记得11月11号预购，一路转一定要买，赶快买哦，给我买，回家才不用吃 seven。老板现在心情如何？现在有点紧张，因为最近天气都很糟，我很怕太阳下山很快。来看一下镜头前跟镜头后的差别，就是例如这个睡裤、这个拖鞋，爽啊！没有，我平常开台也是这样啊，就是睡裤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平常也这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床，以及等一下要拍摄的浴缸，跟我们今天的摄影师有同，耶！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，哇！虽然不是说百万，大概也有一点点小万的景观，让大家看一下台北市的景观。好好的厕所变成这个样子，也没有办法上厕所。请问马桶在哪？哎，大家来看一下马桶。现在摄影师正在忙着假东西，对，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狭小拥挤的空间放了多少个行李箱以及道具。这样是代表我们大家都很认真。小毯子，对啊，就是大家很棒，很有替打的感觉。是什么？我正好一直抱着。小空间大容量，这个是我们的更衣间，然后很乱。下巴收一点，拍我们自己，很挤。这是个沙耶，耶木头毯子，对。想看正面吗？请支持11月的11月11号，11月11号预购，预购。想看一下，好，对对对，哇。那我觉得裤子的那个。只是我老板，对，我台电视上拍就拍这么大尺度，很激烈。哎，可是我看过很多人，就是我觉得男生好像拍不太出来。好，说来说，我现在有低罩杯，真低大，感觉好像往后这样靠，往后靠，然后有点会着，才比较自然，对。终于拍完上半段了，天黑，大家看一下，从早上，对不起，到晚上，老板累吗？还行。如何感觉一整天？还行，就是蛮久没拍了。对于现在这么瀑布的感觉，有没有觉得很凉快？还好吧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还好啦。现在是没有吃饭的老板。等一下要拍吃东西的素材，补妆。造假的，可是它就是这么大的。修饰小老板坦荡荡的。我知道，我看得出来。跟大家说一下，我看到这件衣服，第一个念头是奶子。奶子，只有你一个人会这样觉得吧？露点。奶子。你最喜欢这套对不对？对。那你？我喜欢不穿的。可是你在喜欢铺马内裤，哎，我觉得铺马内裤超好看的。哎，我喜欢网汪的胸罩那个，哎，网汪的胸罩，就是黑色的那个，哦，很有陷阱妹，很有战斗服的感觉。阿燕最喜欢哪一套？我喜欢现在这一套。你最喜欢哪一套？哪一套？有同喜欢哪一套？我就趴床上那个。你说战斗服那个吗？陷阱妹。色的那一個，你看，两票，我也很喜欢那个，我也喜欢奶草。
最后一支，现在有什么想法？我好饿。耶、yeah! ！吃饭。我是一个，是一个。算了，不要，唇妆会掉的。你看多可怜，人家化妆师都快下班，还要补唇妆。OK 的，我们再见，我先走。好，拜拜。可以，还可以吧？我觉得这次蛮可爱，我蛮喜欢的。可以，好，韩、欸，收工，耶，耶，收工，辛苦有疼，辛苦阿耶，啊，这个好美哦，辛苦老板，好看的，辛苦可颂，辛苦各位大家，再来辛苦谢谢 IKEA， 耶，看你还给我钱。欢迎来找我们业配，对，欢迎联络我。听好，在这边收工。